了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好看呢？是要去干什么？今天去相亲。什么？相亲？真的吗？一直要去相亲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见过对方吗？那你知道他是好人吗？他会对你好吗？他会不会照顾你啊？你都不知道他能不能跟你合得来，这样子你不会幸福的，洛洛。你怎么突然去相亲了？你别去。别着急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？你把我吓死了你。这样吃的话，你的胃会受不了的。你着急赶过去吗？你吃过来了，朋友们。那你是准备怎么过去啊？要不我送你一程。这车有点寒酸。因为开慢一点的话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。没电了，走不动了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吧。那个，我电瓶车没电了，开不动了。事儿，我推回去就行了。没事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还有点事儿啊。行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